本来就剑好像都是两面刃。啊，也有刀。菜刀，菜刀只有一面，斧头有两面刃。你会不会聊天啊？你老公怎么了？你老公怎么了？我提出的。哎，你老公怎么了？我，哎，我跟你老婆认识比你们认识还久。对。我来你们很久了。怎么了？好可爱啊！那个时候他们二十多岁，他们穷得起，但是如果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，是一个男人还只能拿一杯甘蔗汁来供奉一个女人的话，但应该有稍微大杯，但应该有稍微大杯。那么不光两公升，当然也不行，当然也不行。我对我出现了这样猪一样的队友向大家表达歉。说句实在话啊，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就很委屈我们男生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看，有情人节、母亲节、圣诞节，就好多节，每个节日都是我们男生要买礼物的时候。没有一个男生的节日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就本来有一个叫光棍节，现在光棍节是男生最惨。三月会买礼物啊？哎，怎么样？三月十四号就是白色情人节，就是女生送给男生的吗？但我从来没有收到过礼物。好，哇，这个情人节就不对了。三月十四号白色情人节，你没有送过礼物，白色情人节你把它当做白痴情人节。有，情人节、生日节、爸爸节、六月份也来，圣诞节你以前没上过、没过过，我情人节都有，什么都有。给你好，要证明说你是真的有给，来拥吻一个，舌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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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一个，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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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女人善变很正常，对吧？女人不善变，哪有那么多乐趣呢？对不对？每天回去都是不一样的，今天是小白兔，明天是小护士，后天是美人鱼。你们都玩这种的？我们输死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呀。我们还以为他就是帅而已，原来他有幽默感。我们还美人鱼。这种烂事情让我们协心来做就好吧。哦，他还摇得很厉害。来来，当事人，大叔你。我天，就是美人鱼。这两个人太可爱了。